近日，李宇春现身机场，一身西部牛仔造型、牛仔裤和牛仔帽，搭配灰色 T 恤，加上黑超折面，真是帅气硬朗，整体看上去很舒服又很时尚。但是要说最抢镜的，不是 Balenciaga 不是 Alexander Wang 流苏腰包，也不是手上的 Gucci 腕表，而是他推着的一个透明行李箱。 这款李宇春推的透明行李箱，我估计大家在很多地方看过，因为我们很多喜欢的明星都晒过，鹿晗、王俊凯、宋茜、余文乐早早的就晒过这款行李箱。那么，这款这么受明星欢迎的行李箱是什么来头？这款透明行李箱是 RIMOWA 庆祝其成立120周年，携手 Off-White 推出的合作系列。 赋予这款 Rimowa Essential 行李箱突破性的改变，完全颠覆了原来 RIMOWA 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。原来的合金箱体变成了全透明的聚碳酸酯制作箱体，在箱体里有两组 Off-White 风格的 Personal 和 Belongings 字体，表明联名身份。当然少不了招牌的减速带吊牌，还配备了一个诚意满满的便携洗漱包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拉风？ 回头率十足，其实你们要是觉得这个箱子能秀的只是箱子本身，那你们就错了，因为这个箱子是透明的，所以里面的装的东西一览无遗，所以里面装的东西也是秀的重点，排列顺序呀、颜色搭配的也是个难题。给你们看看余文乐的箱子，一看颜色就是精心搭配过的，排放的也很有序。这么一个时尚单品，售价高达20000，一经推出。 不到2天就被抢下架了，真要感慨一句：有钱人真多呀！像李宇春、余文乐这样的明星，真的有内部渠道能提前拿到这些潮品。个人觉得这款透明行李箱酷是很酷，但是有点没有隐私了。毕竟每个人有的东西是不想别人看到的。